本地创意专业人员将获得更多帮助，以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创作和价值。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将同艺术协会合作，加强创意专业人员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包括为创意工作者提供专利许可、磋商、创意作品商品化等培训。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在新加坡知识产权周宣布了有关的合作计划。We have industries, we have jobs that we've not seen in the past decade, emerging because of technology and of innovation. So what we need to do is we need to completely keep ahead of this development. We need to evaluate, we need to adapt, and then we need to ourselves evolve to keep pace with this innovation.新加坡知识产权局也宣布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学院合作，为企业和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继续提供培训，教导业者如何使用知识产权协助他们拓展业务的工具。知识产权局也将同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合作，在未来三年提升海事业的知识产权能力，同时将使用专利数据分析发掘新兴增长领域，并强调研发投资和计划。